在你的怀里漂泊，打捞起一段传说，你在我的心中流淌，低吟着一曲长歌。刀剑无情薄，回眸又见帆坠月，翘首遥看穿银河。三千里尘封往事，七百年知道你要把我挤兑到哪儿去了。哎哎，天灵兄，天灵兄，你这是跟谁怄气呢？我妹妹怎么得罪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你。雪儿啊，菜都热了好几遍了，别等了，回去吧。啊，娘，您和爹先吃吧，我再等一会儿。这个陈天伦，有事儿也不托人来捎个信儿。甘瑞兄，您说，夏雪儿的生日酒，我该不该去喝？你照这么说，该去。对，该去。哥。那我呢？你不能帮着别人说话呀！我还没说完呢，天伦兄，要我看呢，我妹妹这生日酒你就更该喝了。对对对，更该喝了。我也没说不喝呀，我这不是分身乏术吗？哎，天伦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在这儿陪我妹妹，雪儿那边我替你去应酬。瞧你这馊主意，人家雪儿又没请你，你这么冒冒失失的去了，那不是自讨没趣儿吗？这倒也是啊。哎，有了，蓉儿，你跟雪儿的生日一块儿过，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？天伦兄，我看不如干脆把雪儿接到这儿来，咱们就在这儿喝生日酒。在这儿喝？对，一会儿啊，你们四位就在这屋里喝酒。我们回避啊！对对对，我们回避，我们回避，回避。看来啊，也只能如此了。那谁去叫雪儿啊？哎，这事儿交给我们兄弟，我们去弄顶轿子，一会儿就把雪儿小姐给送过来了。不行，人家雪儿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跟你们搅和在一块儿算怎么回事？那谁去合适？让天伦兄跑一趟。他去，那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要不你去？我才不去呢。啊，
我要是上门把这意思一说，他下旋不把我吃了。看来这事儿只有我亲自跑一趟了。你去？不行，雪儿啊，不会跟你来的。各位慢慢喝酒，稍安勿躁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把雪儿高高兴兴的请过来。嗯。哎，甘兄，你听我说。你坐下吧，你。雪儿妹妹，华诞吉祥，万事如意。甘瑞这厢有礼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实不相瞒，哥哥为了雪儿妹妹的生日，是特意从京城里赶过来的。你怎么记得我的生日？不怕无心，就怕有意啊。自从上次见了妹妹，哥哥在心里一直念叨这个日子，所以啊，今天特意在漕运老店备下了一桌便饭，邀了几个朋友，还请妹妹赏光。多谢你的好意。家父家母也为我过生日准备了家宴，还邀请了亲朋好友，因此我就不去叨扰了。是吗？不知妹妹家的酒席上有没有给哥哥留一张筷子呀？今天家里请的都是亲戚，没请外人，实在是对不起了。哎呀，看来妹妹是不能随我去赴宴了。嗯。要是哥哥替天伦兄前来邀请，妹妹也不去吗？陈天伦，怎么，他跟你在一起？是啊，天伦兄正和舍妹在漕运老店等着你呢。陈天伦，我今天特地约了他来我家赴宴，他怎么会跟你妹妹在一起？天伦兄跟我说，今天是我妹妹生日，他要和我们兄妹一块儿喝酒庆祝。什么？你妹妹也是今天生日？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是啊，我明明记得舍妹大年初三刚过完生日，哎，怎么又过起生日来了？嗨，也许啊是性之所至，找个借口聚聚罢了。你去告诉陈天伦，从今往后不许他再登我家的门。哎，雪儿妹妹，千万别生气。其实我们也想过到你家来一块儿喝酒的，可是觉得跟长辈在一块儿不好说话，放不开。妹妹，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块走一趟吧。不去不去不去。雪儿呢？天伦兄，看来你的面子还是不够大呀。他不肯来？怎么样，我早就说了嘛。哼。来，天伦兄，不谈这个，来来，坐下喝酒。甘兄，雪儿她到底怎么说的？雪儿说：“甘瑞哥哥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到。”啊！哎呦，这不是雪儿小姐吗？您是贵客，快里边请。您请。天伦，跟我走。他凭什么跟你走？我让他去我家给我过生日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去？笑话，今天我也过生日，他凭什么要到你家去？是我先请他的，是我先碰到他的。
你撒谎，你哥哥说今天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日。他才撒谎呢，我哪天生日他能比我清楚？我说你们两个别吵了好不好，今天不管是谁的生日都是个好日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雪儿妹妹，你既然来了就给我个面子，坐着高高兴兴的喝杯酒。哎，伙计来了。爷，您叫我啊？您吩咐把这桌子给我收拾一下，擦亮点，换几副干净的碗筷。好嘞。哥几个，好好的一顿酒，这俩姑奶奶一来，全给搅和了。哎，真晦气。妹子啊，那有什么？来，小二，下午好茶。一位是仓厂总督的小姐，一位是通州知州的千金，咱惹得起谁呀？惹不起还躲不起呢。没法子，添点水。这吧，哎，喝上。哎。今天是你们的生日，哥敬你们俩一杯，祝你们永远如花似玉，冰清玉洁。啊！天伦兄，咱们几个聚在一块不容易，你是不是也说两句？我，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大家高兴点吧。哦，我敬两位姑娘一杯。来，我先干为敬啊。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，原本想精心的为你准备一件礼物，可码头上事儿太多了，只得顺路给你买了一块布料，做件衣裳吧。陈天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礼物不是送给我了吗？怎么又送给别人呢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这块布料本来就是给雪儿买的。没那个道理。好女孩不嫁二夫呢，一件礼物怎么能同时送给两个女孩呢？既然甘如小姐喜欢，那就留着吧。好在我家里还有些衣裳，倒也不缺这一两块布料什么的。那不行，雪儿，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啊。天伦说的也对，既然是一片心意，我看就这样吧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旗袍是做不了了。那就一人做件单衣吧，省得人家说你厚此薄彼。也好，陈天伦，我就替大小姐谢谢你了。这么紧不对头啊！我说老大，一会儿里边不会打起来吧？操那份心干嘛呀？他打他的，咱喝咱的，这叫两不耽误。大哥，哎，那姑娘可办好了，哎，你先过过眼。我过眼有什么用？得甘瑞大少爷亲自过目。那我先喝口吧。刚才我们俩这个喝酒招什么急？去，把那姑娘带过来，在这候着。我这刚……雪儿妹妹，这大好的日子就别再哭丧着脸了。我的脾气啊，我哥知道。
刚才就算我不对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祝你，祝什么呢？就祝咱俩将来都能找一个如意郎君吧。我先干了。甘蓉姐姐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喝了，算是给您赔个罪吧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和和气气的，这才像过生日嘛。雪儿妹妹，天伦兄送你的礼物你可算是收下了，我也给你备了一份礼物，略表顺心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拒绝啊。干什么呢？不是你们俩，快快快。哎，甘兄，您往后瞧啊。雪妹妹，请看。你画的跟鬼似的，还不赶快洗了去，快去快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甘瑞哥哥，你到底要送什么礼物给我呀？就是他呀，送人。什么？这可是新鲜事儿，我长这么大什么礼物都见过，就是没听说过还有送人的。雪儿妹妹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你听我说啊，雪儿妹妹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哥为了给你挑一件可惜的礼物，几乎把北京城都转遍了，这心都操碎了。这想来想去，哎，突然想起你刚刚搬进昼府衙门，身边连个贴身的丫鬟都没有，我就专程跑到了通州，在人事上那千挑万选的才买下了姑娘送给你。你看这姑娘，她长得多水灵，多懂事儿啊！这要是留在身边伺候你，准能把你伺候得舒舒坦坦的。快告诉雪儿小姐，叫什么名字？说呀。韦小姐，奴婢名叫红红。多大了？十七。愿意留下来伺候小姐吗？甘瑞哥哥，你别问了，你就是说出大天来，这份礼物我也不能收。为什么呀？你太缺德了，我不能看着你拿一个穷人家的姑娘当猴耍。雪儿妹妹，你真误会我了，我实在是一片真心呐。我别说了，让他出去吧。这快点，要么他走要么我走，你自己定吧。我哎，甘兄有什么吩咐？把红红带去吧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我求求您了，你就把我收下吧，奴婢愿意给您当牛做马。为什么？红红，你告诉我，是谁把你卖到通州来的？回小姐的话，奴婢是自卖自身。你为什么要卖自己啊？我老家发大水，我和我娘一路逃到通州，没想到母亲连命带了，死了。你娘死了？什么时候？昨天夜里。这么说，你是卖身葬母吧？我自己也要活下去啊，小姐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小姐。我求求您了，小姐，你就把我收下吧，要不然我就是死路一条了。先吃点，先吃点。Thank you.
挺古怪的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嗨，看什么呀？自打咱们搬过来，那人就天天在那儿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咦，怪了，这胡同里满打满算也就三四户人家，他天天耗在这儿，能磨叽把刀啊？得了，别瞎琢磨了。把胳膊抬起来，让杜鹃姑娘好好给你掸掸。来，杜鹃，有不少朋友都知道我现在是金屋藏娇，吵着闹着要喝喜酒。什么时候我带你出去跟大伙见个面？别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里等着你。要不让杨嫂准备几个菜，我把大伙都叫来，在家里聚聚。家里安安静静的，干嘛让外人来呀？就我们俩在一起，不好吗？你呀，喝，有酒有菜，还挺丰盛啊。先生您坐。自打我们搬到这儿以后啊，杜鹃姑娘和我就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嗯，秦先生，这可得谢谢您啊。嗨，哪儿的话啊？要不是遇见杜鹃姑娘，我进入林还不是光棍一个？这衣裳谁洗啊？饭谁做啊？院子屋子谁打扫啊？我谢谁去？要我说啊，谁也别谢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来，喝口酒解解乏吧。好。嗯，手艺不错，菜还挺新鲜啊。哎，杨嫂，这些菜都是在哪儿买的？东关市场，离这儿不远。什么菜都有，以后啊，我就变着花样给您做。杨嫂，这些菜都是你自己去买的？那可不是，杜鹃姑娘一天到晚在家憋着，有时候我拉她出去散散心，她都不肯。哟，我光顾着说话呢，饭糊了，我去看个饭去，我看个饭去。杜鹃啊，外面那么热闹，你就出去转转吧，成天在家里待着，我真怕你憋出病来。一个女人家在外面抛头露面多不好啊！就这样，我还觉得家里的事干不完呢。嗯，我说你啊，我带你出去吧，你不肯；带朋友来吧，你不让；让你出去散散心，你又不愿意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万一有一天我戴上顶戴，你成了官太太，你也不出去见人吗？不见。杜鹃既然有了家，那就不管什么时候都踏踏实实的在家里伺候您。先生，您为什么总想着要我出去呢？杜鹃啊，男人的心思你永远也不会明白。你不知道啊，有你这样一位绝色佳人在我身边，我这脸上得增添多大的光彩呀。先生千万别这么说，您是干大事的人，靠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光宗耀祖，为什么要指望着杜鹃给您带来什么呢？我进入林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？怎么家里突然就有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人呢？杜鹃，我常常想，这是不是做梦啊？要是有一天梦醒了，一切全都没有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杜鹃已经是先生的人，这辈子都不会离开。今生今世，今生今世，先生，不管您什么时候回来，家里的门都为你留着。那既然这样，我还带着他干什么呀？杜鹃，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孙子，代代相传，延续金家的香火。好看吗？嗯。哎，杜梅。
梅姐。冬梅姐。哎，哎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找铁大人呢。找铁大人，外面等着去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出去。冬梅姐，我送你件礼物吧，给你留个念想。别恶心我，谁要你的破玩意儿，给我滚出去。哎，这怎么是破玩意儿呢？冬梅姐，你看。哎，哎，谁让你动我们家老爷的东西的？我玩玩怎么了？你也配？马上给我放回去。我怎么不配啊？铁大人还送我香珠呢。铁大人送你什么东西我管不着，但老爷的东西你就是不能动。嗯，好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玩玩嘛。不行，放回去。不，我就玩。你送不送回去啊？我不送。我叫你不送。冬梅姐，疼死我了。你要再这么讨厌，我还弄死你呢。送回去。哼。不就是个鱼胡同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还不稀罕呢。宁宁，怎么眼泪汪汪的？谁欺负你了？冬梅，宁宁是咱们家的客人，瞧你凶巴巴的样子，吓着人家了吧？老爷，您还护着他呢。再让他来几次，他得把您屋里值钱的东西都偷出去卖了。宁宁，你拿什么了？老爷，您瞧，他拿您的玉骨头，还说要送我当个念想呢。冬梅，你出去吧。宁宁，你也不小了。做事得懂得规矩，记住，以后不能随便到我卧室来，屋里的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动，听见了吗？您不是说屋里的东西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吗？牛牛，我的话你要是听不懂，就回家去想想，要实在想不明白，以后就不要到我家来。冬梅，哎，领牛牛到厨房去吃饭。是。兄弟是云字号军粮基地杨火平，正在受队嘉兴卫前锋漕粮。真对不起啊，我新来乍到，还不太熟悉。啊，杨经理，嘉兴卫前邦来了多少漕船？44只，船上共有运丁520。漕粮收队多少？差不多快收完了，您看就剩下这些了。杨经理，我跟您家大叔干了多少年了，早就听说他老人家有个当秀才的公子，一直无缘相见，今中午一块喝一杯吧。这就免了吧，改天等漕粮收完之后。咱们一块儿庆功酒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可太好了。杨经理，这漕粮可不干净啊。是这样，这是船顶上的，可能是有些糠。船顶上的也不行，甘源白净，一点都不能哈。是是是。张经理，这些草粮是您收队的？是是是。这些蜜符也是您花的？对对对。把所有麻袋都打开，把这些粮食用风车养火干净，重新收队。怎么要重新养火？对，连同船上的草粮一起，
重新养虎。陈经理，你看啊，我这都过完虎了，大夫你做好麻烦，必须重新收队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说，哎，我是嘉兴卫前方领军官吴以西，您营造好军粮经济，陈天伦。哎呦，您就是陈天伦陈秀才，久仰久仰，早就听说您的大能了。哎，陈经理，您瞧啊，我们今天就收完了，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？吴凌云，我现在是在跟云字号军粮经济杨宝明说话，是他负责收对你们的漕粮，漕粮过了湖就由他负责，没你什么事。哎，陈经理，您听我说，杨经济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些漕粮必须阳干火尽之后重新收对，否则就是收了也不能入库。陈经理，求您了，您就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过去吧。你们过去了，朝廷就过不去了。杨经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用不着三番五次的跟你讲吧。陈经理，实话跟您说吧，多少年了，这码头上的漕粮可都是这么收的。别人怎么做军粮经济，我管不着。我做军粮经济，就得保证漕粮收对的质量。一旦参康失假的漕粮，我都不能收。陈经理，您这不是刁难人吗？您没见过这漕粮都过湖装袋了吗？您也忒过分了吧！过湖装袋也不行，必须倒出来重新收队。年轻人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告诉你，我在码头上当军粮经济的年头比你年龄还长呢。那你就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根本用不着让我白费口舌。哎，我说陈经济，陈经济，哎，对，您大人大量啊，别跟他一般计较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陈天伦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一营字号吗？这营字号怎么来的？谁不知道？废话少说，杨宝明，我告诉你，这漕粮你必须重新收队。陈天伦，你也太欺负人了吧？干什么呀？都是喝御河水长大的，就没见过你这死爹苦妈的拧三股，四六不通的一根筋。告诉你，老子就这么收了，你怎么着我？洛阳亭亭城徐大人到。云字号军粮经济陈天伦参见许大人。云字号军粮经济杨宝明参见许大人。嘉兴卫领运官吴义熙参见许大人。都起来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大人，嘉兴卫这几百袋漕粮里有糠秕，晚上让他们重新养火后重新收队。是该重新收队。云字号，你为什么不服从营字号的命令？回禀大人，这些有糠秕的漕粮只是船底上的。船底上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有糠秕的漕粮并不太多，是吧？是这样，许大人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些粮食垛里哪条麻袋装的是没糠秕的漕粮啊？大人，小的确实不是有意的。陈天伦他仗势欺人，他还想狡辩？来人！把云字号军粮经济和嘉兴卫领运官给我抓起来，关进做粮桶大牢。是。徐大人，别扫他们，其实他们没有多大罪过。漕粮掺糠使假，这罪过还小吗？铁大人主持仓场之后，耳提面命要把好收队这一关，现在居然有人敢违抗铁大人的命令，不管是谁，一律严惩不贷，带走。大人，冤枉！大人，大人，卧龙岗，三胆，第二人。金汝霖参见铁大人。哦，金先生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大人，您这是要……哦，抱歉，抱歉。徒弟没有经过师父的应允就给自己出师了，金先生，您可不要怪罪呀。大人，恭喜您呐，您现在对粮食可是地地道道的行家里手啊。哦，自从有了大运河，像您这样懂得粮食的仓场总督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。哦，师父过奖了。不过你看，就凭我这三脚猫的两下子，是不是可以到漕运码头上搅一搅浑水了？当然可以啊，只是不知道大人想从哪盆水开始搅起啊。哦，这个嘛，本官还得想一想。如林，你也帮我出出主意。大人放心，治理码头，整治漕运，学生责无旁贷。嗯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大人，黄花岸老家那边的消息回来了。
这么快？嗯。前几天王鼎大人还向本官催问此事呢。来，坐下说。来。大人，黄淮岸确实没有回过老家。哦。不过派去的人见到了黄淮岸的父母。他们怎么说？二位老人说，黄淮岸进京当差六年，从未回过老家。他的母亲念子心切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六年未归，连书信也没有吗？有。黄淮岸每隔三个月，必定托人带钱回家孝敬父母，顺便捎回一封家书，从不间断。是大人。就在前两个月，二位老人还收到了黄淮岸的书信和200两银子，数目不小啊。嗯。这么说，黄淮岸还活着，只是不敢露面罢了。照此推断，黄淮岸和小鹌鹑肯定还在一起，而且极有可能还在通州。为什么？他们就不能找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藏起来吗？哦，大人，还有个消息，黄淮岸的妻子见婆婆双目失明，心中焦急，半年前来到漕运码头上找她丈夫，至今没有回家。小鹌鹑如泥牛入海，黄淮岸踪影全无，却家书不断。他的妻子也来到了通州，怎么越往前走越看不清了呢？铁大人，营字号军粮经济陈天伦求见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卑职陈天伦，参见总督大人。快起来，出什么事了？铁大人，徐大人带人抓走了嘉兴卫的云官吴义熙，还有云字号军粮经济杨宝明。为什么？大人，是这样的。天伦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们不能抓我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。没犯罪啊，我们要出来。坐凉亭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。许良年是怎么说的？许大人说，这是您铁大人的命令，还说无论是谁胆敢违抗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好一个铁面判官。铁大人，嘉兴卫一没掺假，二没挂欠，只是因为军粮经济燕粮与卑职争吵了几句，这原本是可以调解的。许大人这么做未免过分了些。铁大人，请您下令让左凉亭放了杨宝明和吴义熙，嘉兴卫已经领了回单，还等着回空呢。金先生，你说许良年到底想干什么？把领运官和军粮经济都关进大牢，还怎么重新过户燕粮啊？依晚生所见，他们是想把脏水泼在大人您身上，把水搅浑。对啊，浑水好摸鱼嘛。既然他们想搅，那咱们也去搅他一把，搅他个底儿朝天。大人，怎么个搅法？有个马蜂窝，本官早就想捅了，只是一直腾不出手来。这个马蜂窝不同，处处被动，总是让人牵着鼻子走。大人说的是大运西层。对。来人，小子，通知左凉亭金检许良年，还有6房8科的官吏，马上到大运西层。是。铁大人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铁大人，下官正在坝上巡查，来晚了一步，抱歉抱歉。二位听成，两坝上的漕粮收兑的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底通的大部分漕粮已经收兑完毕，就剩下嘉兴卫和南昌卫后方的了。嘉兴卫不是已经领了回单了吗？大人，嘉兴卫漕粮有假，需要重新检验收兑。那就快点收兑，别耽误了嘉兴卫船帮回空。嘉兴卫领运官吴义熙和云字号军粮经济杨宝明违反漕规，已被本官收进左凉亭大牢了。违反漕规可以训斥，也可以惩处，但你把人关进大牢，收兑漕粮怎么办呢？金廷成，你知道此事吗？回大人，有关漕粮的事一向是许廷成处理，下官很少过问。您看这，立即放人。是。来呢。管我的令，立即去左凉亭大牢放人收粮。是。慢着，
陈天伦，卑职在。你也一起去做凉亭大牢，传达金廷城的命令，让他们立即放人。是。铁大人，下官将吴以西和杨宝明押入大牢，也是为了整肃曹刿，以儆效尤，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今天做凉亭管事的差不多都到齐了吧？回大人，差不多都到齐了。我要问一句，你们这样慢慢腾腾的收粮，是不是大运西仓已经仓满鳌流，装不下了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双极道，对对，大人，是双极道，这正是温州交队的漕粮。站住！